Hello，大家好，又系我邓简文啊。经过一日一夜嘅思量之后咧，我又谂到好多唔同嘅方法咧，去变五支旗杆噶噃。咁为表我嘅诚意啦，咁我就专登制作呢段有少少动画嘅短片啦，去介绍一下嘅。啊，事先声明，片中嘅男角唔系星爷，而系我嚟嘅，不过戴咗假发啫。热身咧就是、用眼、耳、口。同埋鼻，仲有手，较高难度嘅动作咧，就包括擒拿手啦，转体360大力金刚腿，之后咧就嚟个爱的抱抱。咁假如当日状态好啲咧，我会用另一个造型嘅。咁嗱，有事先声明啊，以下角色咧，并唔系阿散打帮啊，而系本人剃咗头啫。热身动作啦，就是、用手踭。同埋架拉底嘅位置去垫条柱嘅，咁之后再用轻功水上边嘅动作啦，跳上条柱做，再用呢个夺面教剪脚嘅小朋友同男朋友千祈唔好学啊！好啦，示范完男士嘅动作之后咧，可以再示范女士嘅动作嘅。冇鬼应抢到啦，有翻版翻版张柏芝，即系翻版翻版张柏芝嚟同我哋示范嘅。是阿翻版翻版张柏芝小姐，请问你想示范咩动作呢？哦，未谂到系嘛？唔紧要啦，我哋下次先啦，拜拜。